我是宝岛神很大的主持人，我叫做阿白。接下来要进行快问快答，你要非常快的回答出以下的问题。首先第一题，为什么你绰号叫阿白？因为我脑袋常常一片空白。主持跟演戏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三二一，失败。好，这题开麦回答。演戏喜欢多一点。演戏喜欢多一点。好，因为我阿白的正职其实是演员出身的。好，目前拍过宝神，觉得最累的一集。最累的。我目前因为最近的就是澎湖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去了9天，然后每天都是3点半集合，凌晨3点半集合，然后因为我们录完以后晚上那边有活动，所以我们都还是会到晚上11、12点那样，就会觉得。好，请讲出那一集的企划是谁？要讲出来吗？名字？讲出来。范先生，请说出范先生做企划对你们做过最超、最累、最让你们恨得牙痒痒的事情。这个太难讲了讲一个，我说不出一个具体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印象中他的班就是很早，然后呢很早出发，然后很晚收这样，然后呢，而且通常他都会先说，阿白，我跟你说，对阿白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这次的班哈，就是2点起床，为什么？这种的，2点起床，然后几点睡？不一定，就是看不到太阳的那一种。看不到太阳的那种，保持保神那么久，你觉得你跟哪尊神明最有缘？哦，现在神主持人，哦，太最有缘的神明。哦，好吧，我其实脑袋第一个先跑出来的是玄天上帝。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去那个淡水的玄真宫，然后呢，因为他是从那个松柏岭的寿天宫来的嘛，然后因为我小时候，我爸爸妈妈都会带我去爬山，然后每次爬上去就会去寿天宫拜拜，可是我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寿天宫什么，只知道要拜拜，然后我就会拜拜，然后那一次就是因为他有降价，然后跟我讲了一些话这样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后，觉得这是冥冥之中有注定什么吗？这样第一个想到是这个，但是其实一路下来就是蛮多神明都让我感到蛮温暖。通常你们出外景都是好几天，你有没有什么一定必带的东西？保温水壶。保温水壶 ，OK。对。好，这是阿白的小秘密啦。保温水壶，所以可以多送他保温水壶。好，你觉得就是保神他最温暖的地方在哪里？最温暖，或是你觉得他想传达什么观众？我觉得呢，就比如说像我来讲好了，我就是一个小时候跟着大家拜拜，我就跟大人拜拜，然后都不知道我在拜什么的。然后进来宝神之后呢，就是到全台湾各地的庙，然后去了解一些故事，或者是了解说哦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。然后我觉得宝神很好的一个地方是，他是用。比较正面的方式，或者是带大家去看到这个信仰里面好的那一面、善良的那一面，就是它的核心啦。就是原来它就是教我们礼节嘛，然后规矩这些，然后把这些最原始的东西、最核心的东西传达给更多人知道，让大家对宗教信仰不会是那些负面的看法。或者是说找回一些好像快要不见的信仰的东西，这样。在宝城录这么久，你觉得最感人、被直接被逼哭的一集，讲出来。为什么总被逼哭的？讲一个你印象深刻、直接喷泪在现场的喷泪的那种状况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喷泪，好像是在那个屏东九龙太子的那个金草莓。金草莓大帅哥，对，他那时候就是他们几个小朋友坐在那边训练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那个金草莓大帅哥就降价，然后永柱就过去给，就是安慰他或者跟他讲话。我觉得那可能也是我第一次那么靠近那个神明，然后就反正那一次就哭了。我觉得这样一路看啊，有一个心得就是。我觉得每一个庙它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或者是它有自己的特色。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呢，他们在做事的人可以看到自己庙的特色，跟知道自己好的地方在哪里。所以我不用特别去为了要
博别人的眼光，或是去讨好别人，我就守好我自己好的那一部分，然后不要让它歪掉。我觉得这个是最能感动人，而且也是最好的发展的部分。另外一个就是我很喜欢跨老人啊，或者是绕境或者锦祥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大家就是每当我看到去参加活动的人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好，至少你不要随意丢垃圾，或者是做好垃圾分类，都会让整个庙会活动很加分。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我可以感受到的。对宝泉的粉丝说什么呢？真的很谢谢你们，就是都很支持我们。然后不管是在看节目啊，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专业上面支持，还有我们到现场的时候，你都就是都很照顾我们，就是很我们要拍摄或者是什么都很帮忙，就是非常的感谢这样。然后请你用一句话形容宝泉。一句话？对，你刚刚不是说两个字吗？两个字也可以。好，我刚刚一句话的时候我想了很久，但是他说两个字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的是责任这两个字。好，那我们谢谢阿爸今天快问快答给我们分享了不为人知的阿爸。谢谢，还是一样很可爱的。哦，谢谢。我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好，那下次都来跟我们讲啦。好好，跟我们聊一下，辛苦了。拜拜。介绍一下你买了什么。年德堂煎饼，其实阿白日记有写在就看好了。年德堂煎饼，我觉得味噌的比较好吃。所以你这次买味噌而已？没有，其实我买了一个鸡蛋的，原味的鸡蛋的，因为那个摄影师现场，对，真的很香。我被欧能各买一个，因为陈大师说他想要吃鸡蛋的，我就帮他买了一个鸡蛋。你呢？马西啊，我你马西，再买两包。这是会有咖喱。哦，冰冰，冰冰，冰冰，你可以去买，你可以去排一下吗？你要吃吗？